洞房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毕明俊。我今天的 look 就是西裤西装，然后里面加一个这个，这个2020年秋冬款的这个衬衫，对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个这个玫瑰系列的这个首饰，对，我觉得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也会，有时候最多的可能就是耳钉，的一些，就是在比如说有一些拍摄的时候会戴，都有，对，两点都有吧。它的设计从无论服装也好，珠宝也好，很多都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设计感。然后服装的版型我也特别喜欢，因为跟我的身材也比较符合，对，就那种板正修身的风格。还没有，我的上下班跟机场的一般就是我觉得什么舒服，我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，我就会穿的比较多一些。啊，没有，我是个人习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往左边靠一些。对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也 不觉得自己是360度无死角的，就还行，就还行。那我是满场打滚的那种，就是转来转去。对，有的时候就是，有的时候就睡着睡着睁开眼睛，发现那个被子已经把我裹在一起了，就跟那个肉卷一样。对，自律程度嘛，打一个8分。对，10分满的话打8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都不割舌。那愿贪哈，那个多睡一会儿吧。睡懒觉吧。